是高一到下学期。对。一年六班八号。对。好，谢谢。上学期，上学期，对对对。这学期，这学期，嗯嗯。
老师，我这学期。然后那个老师，我可以先离开一下吗？好，谢谢。
你查给我。安怎哩吧？杀人！大家人落来拢安尼啊！煞紧的啦，你创啊？赶紧领工作！看到啊！你若出去啊，都去互欺负啊！啊，唔敢靠阮阿兄吼，你着寄三包去前面带甲我讲。当然自己要保重自己啊！我再见。不要说再见，要说保重。我叫小雨，今年要20岁，在17岁到18岁的时候进到关所，然后进关所的原因是因为吸食毒品。跟小雨接触大概是两年多前吧，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是他跟社工在吃接风餐的时候，对，因为那时候他好像就是很凶狠啦，这个女孩还蛮有个性的。等到直到她后来进入到职场里面，也看到她当中面临到的一些挫折，可是我觉得她很有勇气去面对他自己可能自身的一些议题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在社工的陪伴他，他也慢慢的对于这个社会，对于人有安全感。我叫阿富，今年21岁，最初就是一些诈欺伤害，对，那成年之后还有毒品案这样。我们也不会期待说少年可能永远都记得我们，其实我们只是陪伴他走那一段路而已。那我觉得这段路能够走多远，其实就是看我们能够陪伴他有多远。那我们当然说希望他最后可以长出他自己的力量，那甚至把这个力量再带回到社会，然后再去回馈更多的人，让这个循环是可以持续下去的。读书读不了，从来没有读过书啊，所以在这个年纪要再拿起书本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养成习惯的，对，因为以前国高中就是开始接触到外面的世界，就不会有想要拿书的念头。就在一开始有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没什么人愿意接纳，
就是你真的去面对这一件事情之后，你会发现说好像没有人愿意接纳我们，会觉得说然后我好像这一条路上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在协会上班一天，基本上就是有可能会有学校的参访，会有企业的参访，或者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来捐赠接风餐的人，那就是会由我跟主任一起去接待客人这样子，然后还有一些介绍协会啊，或者是会写写文案，就是有可能会有捐赠接风餐的人，然后我一定会跟他就稍微聊过天嘛，然后我就会写文案，然后 po Facebook，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或者是想该跟谁合作做爱心商家，就是友善企业，然后让少年这边未来咖啡离职之后，他还可以就是还有后续的路可以走，然后不用担心那么多。这个机构就像一个，我觉得像一个可以说是红绿灯嘛，少年可能在人生的前半段闯了好几个红绿灯，但到六一六这个红绿灯被停下来了，那我们可以在停红灯的这段时间里面去思考，我要左转右转，还是等把自己调整好，自己状态变成绿灯的时候再往前直走。
台北市府顺街33号二楼神话世界 KTV 是在今天凌晨3:08左右，遭人以泄放瓦斯引发爆炸，引起火警。在这场火警中，警方也在现场逮捕了涉嫌纵火的汤明雄。汤明雄是一名计程车司机，有伤害、赌博等多项前科。他是在昨天凌晨2点左右喝完酒后，是有出乱，真的。我杀人偿命，我命运平平，你判我死刑。那时候他在弄那个赌博性电玩，所以他自己都带那个刀子，就是要防身啊什么的。有了口角之后，就是可能一言不合嘛，然后就一刀就把他刺死了。自觉父亲对他偏心，不满父亲多次要求他出外工作，埋伏在家门口砍杀父亲100多刀后致死。一二审陈玉安都被依照杀害。就第一次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，那个好像全世界跟他都是敌人。在法庭呢，是跟他妈妈有见到面，基本上他是离我们很远，那个眼神让我感觉的就是惧怕的眼神。希望犯下这样的罪，来让自己快速的得到死亡的结果。他一直是认为，他只要做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，很快的他会在捷运站被保全，可能就是拔枪隔壁。
当自己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大概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这个问号会跟着他们一辈子吧。那这个问题恐怕一生都得不到解答。
老师听得到吗？如果真的这学期就是改成线上的话，可不可以就之后再改成下学期？因为我刚数了一下，好像快要超过50个了这学期。我已经留言了，谢谢老师，拜拜。